国语有声善书。武庙明正堂善书改过积善修福，主祝仙佛为南天福神。南天福神降，盛世无今夜降祝改过积善修福。修福篇第四章，福缘善机。造福的原理在于一个缘字上，所谓因缘果报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是过去生所造成的，无法改变，可改变的只在缘。像是种瓜或种豆，瓜和豆的种子是因，同时也要决定是要种瓜或种豆。要让瓜或豆的种子开花结果，那必须要有缘。缘就是土壤、肥料、阳光、空气、河水等等，一切缘都具足了，就可长得很好，有好的收成。人之求福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必须先将以往的业因去掉，恶缘断了，留住善，那福自然来临也。诗经云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意思是说永远上合天心，配合自己本如之性，与自性相应，与真心相应，扩充德性，善事立为，多积阴智，善报多福也。俗云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庆者福之缘由也。具足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、闻善言、深信圣言、圣教、智力善行，那无穷之福德就是如此滋生出来的，明免之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